这个今年美心月饼的爆款的话，这个是叫 Million Rye， Million Rye， Million， OK， 这个很神奇耶，这个有灯的， OK， 然后可以摇的。今年的爆款哦，限量版的哦， OK， 这是它的包装，看到没有？ Million， OK， 很多人想要还拿不到的。以前麦当劳的话哈，做这个玩具的话哈，哇，我跟你讲哦，是疯狂抢购断货。OK， 我们先打开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迷恋里面藏着什么哈。这个好像一个盖子一样，哦，看一下，哇哦 ，Look at this，What is this？Wow，this is 迷恋月饼 ，Perfect。美心祝你中秋快乐。